么啊？他是要我们找说缺少那个吗？一二三四五 ，A B C。找一个 C 啊，我才不想再回去。哦，中间魔法阵，踏进去我们就可以成为魔法师了，完成主线任务。奇怪的音乐。逃出来了。啊、前面有两个被吸引过来的人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们两个啊，你们在办活动吗？有音乐声了，这不可能吧？半夜搞活动？话说这栋建筑物什么时候盖好了？总算有正常的人发现了，才根本没盖好，现在在闹鬼，闹鬼？什么状况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开始只是跟室友出来买东西，他好像被什么迷住，一路跑到这里。我担心他，所以一路跟过来，但他已经进去了。试着去里面找他，就遇到一群幽灵，他们唱着奇怪的歌，我吓得赶紧逃了出来。不过除了特定的幽灵之外，好像都不太会理会我的存在。这样啊，我们也是听到奇怪的声音才过来的。是后面背景的很嗨音乐吗？奇怪，听到声音的只有你啊！而且闹鬼的话，我就不陪你进去了，我要先回外宿，不管你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过还想进去看看的，你呢？我还是想找到室友。哎，现在四点了，再怎么说你们两个也无能为力吧？这种事情没有计划怎么做呢？不如先回去休息，明天计划一下再解决。可是我室友他，这个嘛，我也是觉得遗憾。不过目前看来只是被操控的，而且照你刚刚描述来看，这些鬼应该没有要伤害人的意思，只是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你不知所措而已。有妹子，有啊，前面早就有出现了，淡淡安安。不如天亮时我们试着去收集一点情报看看，明天下午我们找个地方讨论一下。那去 Ideal Space 吧。好啊，你知道是哪里吗？大一新生总知道宗教馆在哪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大一？一看就知道了。拜拜。为什么他都遇到女生啊？奇怪，为什么我都遇不到学姐，我都遇到女生？他背景音乐好嗨哦。觉得难过，为什么我都遇不到女生？居然睡到十点了，该起来。这一看就知道昨天睡很嗨了。亨克啦，翘了脚吗？不能翘早时啊。我起不来啊，我好痛苦啊！你要上课就自己去啦。一看就知道菜虫跳了。世界奇观，哎、欸，你还没给钱啦、啊？还我钱呢、啊？为什么不能存档？哎，为什么？教室里的大家很容易睡着啊。不知道有精神比较好的有吗？有没有精神比较好的人可以问吧？趁老师也在打瞌睡就去问。老师也在打瞌睡是怎样？不能存档哎，奇怪。你知道世界奇观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世界奇观，哈哈。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累，不会是继皮肤变厚的新春睡症吧 ？Hello， 学姐，你有知道有关世界奇观是吗？不了解，问这干嘛？听到一点传说，想了解一下，可惜我不知道。睡着了，看来大家不知道。下课去先跟大家会合吧，应该楼上啊。哦，可以存档了。好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啊，不行了。嘿嘿嘿嘿嘿，瞎冒雨，又又又，这小骑脚踏车到处跑了又。Hello， 我来了，有什么消息吗？嗯，没有。不过我室友回来了，室友异常疲累，快睡了一整天。看来学校那个奇怪的气氛，好像跟世界奇观了。哎，睡雨安安。
你们不能放弃这件事情吗？惹上麻烦就糟糕了，更何况我们是什么情报都没有呢。虽然是这样，今天还是去看一下比较好，或许能解决。你就好像玩神奇宝贝，又可以骑脚踏车吗？我这样的话我就不管你了，哈哈，没关系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晚上再探究竟。这个你们的计划有点完全不知道是在计划什么。骑着脚踏车，你还是跟过来了，不是说不理我了吗？我只是怕你被什么东西缠上，毕竟跟你住在一起的是我，我完全没有担心你的意思，你傲娇几点的？才没有。一人堂前好像有人对我们招手，过去看看吧。哦，这音乐好嗨哦！再次前来探险的小大一，晚上好。另外新来的另外两位，晚上好。到底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一啊？我是写在脸上吗？不是昨天，不是昨天晚上我指点你才能逃出来的吗？指点我？哦，原来是他，谢谢。幽灵小姐你好，中央创游的 In Night。创游不就是世真彩西的那个社团吗？事情处理完后问一下关于这社团的事吧。它是指那个字念什么言哦？一个女在一个金，我看我去查一下。那个字我看看啊，心啊。来，我们有请我们世界上最神的一个心 ，OK， 感谢 Google 小姐的帮助，世界上最神的那个什么那个电脑 ，Google 小姐，子心，你来找我们是为了什么？想告诉你们世界奇观的事，花了一天功夫找不到任何消息，就自动送上门来。很久以前的计划，快20年了。新的教学大楼以及部分学生设施，这个消息刚开始让我们很开心，觉得这个老旧的学校总算有点新的东西了。不是说学校不好，但也没什么好的啊，就是学校不好嘛，对不对？你在讲那个什么奇怪的话，真的是。不过我们要担一部分的责任呢、啊。你们要干了什么事情？不然为什么你们要担责任？毕竟只出一张嘴抱怨学校也不会知道我们要什么。回到正题，学校有这计划，学生很期待，第一名就掉票了，厂商卷款跑了，又找一个新的，没多久就倒闭了。这些当年的学生从大一到大四完全跟建筑无缘。毕业典礼时，我们在一人堂内含恨看着这栋建筑毕业。近20年了，这栋建筑一直处于同样的恶性循环之中，日积月累下，怨念数量十分庞大。或许当年的我们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卖干，不过我们的怨恨在这里完成了我们梦想，让这栋建筑得以完工。恐怕也只有晚上，白天这里仍是工地。希望不要进去。当作怨恨分为两派，一半占据了里面，变成现在这样。另一派打算看着这栋建筑欣赏它而已，他是欣赏派的首领。占据派对于现任中央学生只是把这里当笑话看，没有实际作为，感到愤怒而决定展开制裁。他是15年前的学生会长，思想十分激进，危险家伙。哈哈哈，里面很危险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要我进去，你也遇到什么危险啊？只是被赏一巴掌而已啊。哦，这音乐好嗨啊！还学不会教训是吗，大一的？哎，那，战术声音组合攻击！好死啊！闭嘴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爽吗？我不想再说了，快逃吧！不需要逃跑，就是些杂音而已。这么好的地方又来播放让人心浮气躁的杂音，真太失礼了。他该不会是音乐制作的吧？适合这里的曲子。
琴键没有问题，开始哦。Feels happiness， 作词响鼓，作曲啊、我不会念。吴雅梅，影片春人逼。我觉得我们这时候默默欣赏就好。看来真失败了，什么鬼啊？不过你的歌真好听。喂，我说你啊，心怀怨恨很正常，但应该有个限度吧？怨恨可不能无限大的，会给人造成困扰。而且现在的学生的重心也不打算放在中央了。或许学校是个美好的地方，但人生可是场不确定性运动，本来就不该去把心力全放在这上面。与其像你一样怀着奇怪的忧郁毕业，不如把握机会找寻属于自己的战场。说得很有道理呢，这是不是做得过火？你也太容易被劝服了吧！我勒个擦 ，Final Show 嘞，真是出乎意料。暂且告退，希望有朝一日你们有朝一日能使用到这栋建筑物。God bless you， 拜拜。而且不是说不能骑脚踏车进去吗？为什么我是骑脚踏车进去的？而且你跟着别人走，还是一直骑脚踏车。一言堂前的幽灵也不见了，谢谢你们帮忙。晚安。哦，松大湖水怪。好、哦，这里 有水怪啊！我以为是尼斯湖哎，原来是松大湖来的，真是累，真希望不要再遇到奇怪的事情了。中央创了是有机会再看看吧。哎，我的钱呐、啊，帮登好吗？我能说不吗？哈哈哈，他继续在里面骑脚踏车，太好笑了。起来啦！啊，该起床啦！啊，早上了吗？快要上课了哦，好。啊！好帅哦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在里面骑脚踏车了耶！原来这样就可以了，怎么那么少人啊？大概翘课吧。哇！刚开学就翘课，真好同学呢。你有资格讲吗？不过我说啊，什么？那个走过来是谁啊？大四助教学长吗？哦，原来助教长这样子。各位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教授今天不来上课，我想知道他大概会补课吧？啊？什么大概？我也不知道。教授情绪有些不稳，似乎跟教学评鉴有关。各位不用太担心，最多换教授而已啦。哪像我，这份工作就丢了。
干你最后一句话是多余的，你也太悲观了吧，主角。人生好迷茫，我要毕业了，可是毕业后我要做什么呢？主角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反正不上课，就先去哪逛逛吗？去酒餐。先弄的钱，估掉350大洋，为了午餐。终于凑到钱了哦，因为我钱是满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原本走那么慢吗？我记得原本不是很快吗？哦，那应该是 bug 啦。那应该是 bug 啦，我都喜欢骑着脚踏车到处跑啊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